过迁，过迁，要安老，要安老，百年聚落盖大楼，百年聚落盖大楼，文化景观不回头，文化景观不回头。汉民新村是目前全台北市保存最完整，然后也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空间眷村。汉民新村在两年前，本来是要被拆除的，那后来在侯孝贤导演以及很多的艺文界人士来声援之后。就是这个地方蟾蜍山在去年的7月被台北市政府指定成文化景观，但是在指定了之后这一年的时间一直没有划定范围，那这个地方就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开文化资产审查大会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地主是台科大，台科大在会议上就要求说，就是在会议上发言要求说，在蟾蜍山比较平缓的，只要是30度坡以内的地方，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包含到公厕的全部前面这一片比较平缓的地方，他们要求说能够不要被划入文化景观的范围内，因为学校未来想要在这边盖校舍。好，那我们其实并不是反对学校来开发，我们其实这两年来一直的要求台科大，希望他们能够来活化、来利用这些现有的39栋的闲置的汉民新村，可是他们一直用现在没有钱、没有空间的需求为理由，来说拒绝接收汉民新村。那可是他们又想要在这边盖新的大楼，所以其实学校并不是没有钱，也不是没有资源，而是他们的一个价值的选择的问题。然后里面其实就是汉民新村，刚刚提到汉民新村，然后在上面，像现在看到大家看到这些老人家们，其实都是上面的自力营造的眷村、自力营造的眷户，他们当年因为没有配到眷村，来这边自力营造的，所以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很丰富的历史的叠层，从最早的公馆的起源，然后有大家看到那一条是清代的古道，就是以前集美跟新店地区的人要进出台北市，都是要走这条古道，现在都还在。在台北市的闹区里面，哪里还可以看到这么完整的一个3层聚落？那我们现在希望的是，文化部他们已经有做了一个1年的调查研究计划，已经有建议了一个文化景观的范围，那个部分是包含聚落比较平坦的地区，整个范围是非常完整的。我们希望说文化局能够尊重文化部1年期的一个研究，能够尽快来指定，把范围划定出来。然后让台科大，即便他们想要来这边运用跟开发，也必须要送进去文化局去做审查，让这个开发是符合一个3层的尺度的。很期盼的，很殷殷期盼的，希望台科大学校的用地，从民国70几年就变更成学校用地，到现在他们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那现在已经到被安定为文化景观，我希望台科大真的在郊区去找一个校地，不要把大安区也好，整个台北市也好，大家可以做我们拍电影的活教室也好，让一些长辈，甚至我的第四代、我的小孙女，能回到这个地方找寻一些根。真的在大安区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我们现在的，我们对蟾蜍的这块地。我们的看法是完全截然不同啊。那最后在最后一页，他又附了我们台科大盖出来的大楼的样子啊。我想我们总务长、副总务长都在这里啊。我们台科大盖出来的大楼绝对不会，我们台科大盖的楼不会这么丑。那事实上，我们现在也不会有目前啊，就我所知了啊，因为我总务长我已经当了4年半啊。任何要盖一栋大楼，一个新的建筑。那么起码我们要经过很长很长的程序，那我们可以去查一下我们现在台科大所有的历史的所有的资料，我们并没有编列预算，也没有任何的计划说要在那边要盖什么大楼，所以我对这一份记者稿我先表达我们校方的强烈的抗议。营区外的部分就是以围墙为主，营区外部分我们已经
很多都已经检讨无利用计划了，但是营区内的部分有一些军事的设施的部分，希望不要划进去。我们希望能够经过了解之后，得到一些，但是大家现在不必太在意、太担心了，以为这些资料就是已经确认没有了。其实在，文化局里面，这些东西都还不是确认，不是，不能说不是确认，就是还没有开始的，只是，内部有些人提出一些想法而已。那时候台科大想要这块校地的时候，就发文给农业试验所说，他想要去拨用这块地。而农事所的回函是说，这边就是还很多人住在这边，很复杂这样子。那台科大也回应说，就是没有关系，他们会跟居民谈一个安置。那后来经过了大概将近十年的时间，去跟居民谈，也谈妥了说要全区安置之后，他们才会开发校地。那原本的地也找好了，就在旁边会盖一栋大楼让居民住进去。对，那当这个协议谈好了之后，在隔年，就民国89年的时候，就是都市计划就通过了，就通过说把这块地拨给台科大使用。那通过为什么会通过？其实就是因为协议已经谈好了。那这个协议就是说全区安置才能开发，也写在就是都市计划的条文里面。对，那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其实后来那块地被中央收回去了，所以台科大没有办法安置这些居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整个蟾蜍山的居民现在还留在这里的原因，就是因为台科大其实没有能力安置他们。那可是现在校方又想要来使用这块校地，他们就变成就是开始用诉讼的方式，就不管都市计划是怎么写的，他们开始用诉讼的方式直接去告居民说要拆屋还地。可是一审就是也判台科大败诉。这个好像据我们了解，就是律师跟我们说是全台湾有史以来用国有公用被占用不动产条例去告拆屋还地的案件里面第一次有胜诉。那我们觉得说是这样的空间有39栋的焕明新村，其实非常适合作为设计科系或建筑科系的一个，不管是工作室或是清创的一个场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历史聚落，它跟学校教育的发展应该是可以结合的，而不是现在学校就是一直想说我就是要盖大楼，我就是要盖大楼。他们处心积虑方面告居民方面，也希望范围不要被划进去。